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开济天龙，万圣之主不过七霄地。见我慈悲悯世普化七上帝，僧人来世间上要求色界空界要融合为一，所以我希望我们法师，各位法师们、讲师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我讲了这么久了，啊，大家有空，晚上9点到10点，一定要找时间，啊，这九种法会圆满之后，啊，各位务必。要自己找时间共修，而且我会将过婚式道场准备一套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整个的禅解给过婚式道场，啊，自己自习或者给所有贤士同修来研修，共同来转这个和平的法轮。这也是圆明，实性的就是真理，啊，不要在那边蹦蹦跳，跳档解决不了事情。啊，前几天有一个小笑话，也是在启示我们。啊，有一位我们台上的同修的姐姐，因为身体不好嘛。啊，就去问他们附近的啊神公庙，啊，那公庙自称是天父，以地母的天父，天父就是红军老祖嘛，啊，他去那边修家修三趟哦，他说天父没有办法，啊，你要去找混元禅师。我说天父那开玩笑嘛，你做宇宙大神的主宰者，啊，你怎么啊叫他来找混元禅师，混元禅师还人呢，啊，你天父红军老祖，我们拜的红军老祖啊，他是天父啊。所以各位同学，很多事情磨磨骗骗的事情很多，愿挨愿打，我们要为众生这个智慧 不足啊，哦，见地不足，我们要同情，哦，我们要多传授一些正知正见的正确宗教观啊，哦，所以我们来看哦，哈哈，今年命卦就太岁，太岁当头做，无灾必有祸。啊，到医院呢，家人生病嘛，啊，去了几趟回来，恭恭心心嘛。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也传了很多给各位加持。啊，众生远离颠倒梦想。各种的法，啊，希望各位法师讲师们，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将老祖所传的妙法，啊，代为弘法，即是功德无量，
啊，总而言之，不要鼓励学生，却有哪里比较好的老师师傅？我告诉你，所有现在的圣神都在护持王禅老祖，那哪里说啊？王禅老祖什么什么什么？那是个人的无知妄念，不是神讲的。啊，包括我们华人班，啊，由延伸法师带的华人班第八届嘛，因为在美国费城，83岁的中医师王鹏辉，啊，王博士嘞，啊，他来了3个月以后回去了，整个的个性改变。他的老婆是美国人，他信奉了上帝耶稣，啊，结果回去了看到老公回来180度，哦，他就会问老公，啊，你所拜的王禅老祖怎么样怎么怎样。我们那个王博士呢就跟老婆说，王禅老祖在天上跟上帝是同事呀，好朋友哎。哦，所以上帝呀，啊，教我教不，没有办法教我，所以就商讨拜托王禅老祖度我，啊，所以我才体悟到，上帝、天神都是好朋友。只是我们凡尘的人在那边分别，在那边争，在那边斗。所以太太呢，哇，很高兴啊，在家里就把腾出一间房间整理干净了，供桌做起来了啊，且回去王禅老祖，我们小尊的王禅老祖圣像啊，太太在也要做王禅老祖的弟子，每天擦干干净净的表示尊敬，啊，也请上帝一起，啊，来跟老祖喝茶。你看，哦，连上帝那么大，他都赞叹王禅老祖了，我们一个众生，供高的不得了，很可怜呐、啊。但是我们的弟子们、学员们没有罪过，我们。身为法师的要将正法告诉所有的学生学员，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即是圆明也，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即是圆明也，啊，那么人能常有啊，人能常清净，天地须皆归。啊，各位，啊，你们看，太极之道，这天地，这是人，这是我们这一切法修行之道义的法则。你在中道。学习易经，啊，知道的命卦，你在天地，因为你的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天地悉皆归。所以卦。抽离不坎，抽坎不离，啊，为什么呢？天地不动，天地不动，这中间会动，好，这中间会动，这是人嘛，天地人，人会动，会动是什么？心动，天地，天地本来就不动嘛，只有人在动，一条线一直在动，一直在转，人生就像啊跑马灯，
滴滴滴行，从来没有停顿。所以悟道做道理，你要用易经学易经，把易经学好了，天地之间啊，任你遨游，任尔翱翔。所以我们圣人呐、不出门呐、能诸天下事，就用易经嘛。啊，你易经不学好，你要怎么样去通灵？我告诉你，通灵就犹如打电话。现在各界很多从地各地方打电话到仙佛寺来了，通了。哎，仙佛寺我通了呢，我到了禅寂山净土了，通了呢。哎，有没有找到师父？哦，师父不好找。一样的道理啦，你到达这里了，你要找到你的本尊，找到住持。所以你们荤素道场，常常我们的神子人人的共修啊，那的电话打去了接了啊，那不必须要再转住持嘛，同样的道理啊。与其这样，我们教各位同修，自己心就是道场啊，心是道场的时候知一切法，心在哪里，心就命卦。命卦，命卦，这就是我们的命卦。啊，命卦啊，这个是什么？我们有的讲，现在很多神教的哦，天卦天卦。我告诉你，不是这样讲。哦，你们在易经大学那里，也常常遇到一位修行人，啊，跟你讲，哦呀，先开天八卦什么八卦，胡说八道。您来弄清楚哦，啊，那好凶修尊重嘛，啊，共工爷嘛，你心里爱主宰，你不要被考倒。啊，八八六十四卦的用怎么用法？大家讲了无为无为，哎呀，各位，那都是老师在给你课，好好好，安得好啊，一定要主宰，不然你自己没有办法圆明，哦，也没有办法清净。心哎呦呦啊，我跟这师父学这对啊不对，跟他说学对啊不对，哈，哎呦，我人家老师讲的话好，好了，那你就去吧，你就去，你不要脚踩两条船，脚踩两条船，你到最后跌下来在水里，哦，这就让我想到以前，哦，国民小学没有初中，啊，到台中公园。眼珠嘛，啊，刚好那个船在晃，啊，有两位小姐，啊，他们，啊，脚踩在岸，一脚踩在那个小船上，啊，在那边呢，啊，另外一个是，你看要上去下来，想了一下子，船跑了，倒唔住，大去跋在台中公园的水池嘛。所以你们法师啊，你们要注意啊！你们带着你的学生要到处访道，我不反对。但是你一点，若是师父今天传的道不对了，上天老早雷公给牵累啊，啊，就没有今天嘛。上天不可能让师父把假的话啊传遍天下，那不是要天下太乱吗？天下又乱了嘛。所以各位要圆明，要有智慧啊，你脚踩两条船好了。就像这个太极，你到底要过来或者要过去？你永远在这里啊，你也爬也爬不上，那不对嘛。啊，所以正法难闻啊，你学习正法磨好多。各位同修带着你们的学生，大家一起修正法，
你即是王禅老祖的化身，诸佛菩萨的化身，功德无量啊！啊，平常我们常常开玩笑，啊，你是鬼都叫不行，鬼就叫不动了，你要去请什么多大的神？不可能嘛！啊，鬼也怕我们把他拖下水耶。鬼嘛，好像惊那个拖入水呀。地狱越拖越深呐、啊，我们人还有闲工俐的机会呀、啊。哎，鬼嘞，要是被我们拖下去，嘿嘿，我们掉下去一寸呐、啊，他们存在那边才三寸呐、啊。所以我们身为唯心圣教的法师住持讲之文。啊，是替天行道，代佛宣法，啊，代老祖弘法利商，即是功德嘛。好，好来，我们继续再讲。哈，啊，天地悉皆归啊，啊，无这太上道祖无言道不言丹。早上讲到念金丹嘛，我们金丹法门，风水有金丹法门，就太极要有穴，太极穴。好，那这两天我们基金会啊，我们一位非常慈悲的啊，基金会董事的夫人，啊，她突然间心肌梗塞，三四分钟就走了，啊，那么就请圆鹏法师，啊，帮忙要找地要土葬，啊，我说你就请圆鹏法师先。先看，然后卜卦，就了了分明嘛，用易经嘛，四爻望向走，一定地灵，旺者气旺，啊，那么四爻修求走，这个地呢，啊就没有气，已经过运了，啊爻动多了，地形就乱。哦，那我们不知何方怎么样，你可以用意嘛，把它放在心中，你的卜卦绝对是正确。所以我告诉各位，王禅老祖传的玄妙真玄妙天机，他把八卦放在胸口，那你的所有起心动念，你占卦。你要往上往下看，由上往下看，你来卜这个卦，用意等于亲临现场，了了分明啊！啊，这个就是丹，就是精华，丹就是太极，叫做穴，所以我们叫做金丹法门。啊，所以太上道祖开示了。啊，我们一般讲的丹，啊，那么啊，言道不言这个丹，啊，啊，神仙炼丹不离道，神仙神呐、啊，仙呐、啊，炼丹呐、啊，炼丹。即是我们的心华，啊，炼丹不离道。各位同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丹之道，命卦天心。命卦天心，你的四爻就是丹，旺相，你的丹，好、啊、就很大的丹。命卦四爻，空破木结，
就是小沙粒，没有关系，各有因缘。但是七说天师真言一定每天要持诵，诸五毛油每天要诵真言36遍，四次144遍的啊，每一个命卦自己本身命卦的真言，那是自己的金丹。那么我们当下我们命卦的金丹是一个小小的小插头而已，你要知道你的啊这个核能发电厂啊，核能发电的元素所，你必须要依照真言好好修行。所以我今天要下午请各位法师讲师主持，我们在这里公修，就是告诉各位法师讲师们，你们要将啊老祖所传的妙法，而金丹或是丹或是道的义道，就是天威，义道天威，而算义道大如其外细如其内，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命卦，但是每个人的总根源都是一个源头。最上去的太极天王禅老祖，好，接下来有七十二天师，太极天有七十二天师的大护王护主王禅老祖，都是太极天，他们都是太极天的。那么下来七十二天师，其中有八卦，好，八个卦就是物极都天理都地，是主灵，就是物极，就五黄，就物极，还有六十四卦就是众生，哦，众生大众，一个人一卦。六十四分之一，你本来就是人世间，啊，人间的命卦，你可以，你有天师、太极天、天师，啊，这个你这个净土七十二天师净土，啊，你就一起回归到王禅老祖太极天，然后转往南天。啊，转往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再按部就班，就能成就自性佛净土，即是圆明的无量光世界了。祝福各位。